有没有很漂亮的房间？我们在这里住三天。然后你看这个床。夜市就在楼下，然后每天晚上都夜夜笙歌，然后我们就要一直在听听它。然后下面是什么呢？啊，有必要这么恐怖吗？你有觉得掉下去的感觉了吗？然后呢，这是我们很漂亮的房间，连厕所都还不错哦。打开喽，有没有很酷？好喽，现在我们就要去刚刚的楼下游泳喽。创周末市集叫斯卡达，然后这个地方呢很多小东西，然后你就会觉得像什么都想买，重点是超便宜的。然后中间呢就是食物区。有吃有喝，然后超便宜，逛得目不暇接。